设置好了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大家打一个怪去，他这个鼠标手也可以。去哪里打个怪呢？但感觉用手点更方便一点啊。哎呦，这个为什么打架打他会爬呢？哎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弓箭啊。弓箭我没设置啊。它这个用触摸板，弓箭是特别好用的，可以自动调。放错技能了。
还可以吧。